前一日到甲新冠队的现实相信相对啊，一听咱对伊的诶活动，咱过来要来看圣经，今日的圣经有两段，第一段是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16章第6-16节。《使徒行传》16章第6-16节，第6节开始。因经过弗里加、加勒泰的地方，因为圣神答应因传道理去亚细亚，就行到美西亚的边界，想要去比腓尼。耶稣的神不准，就对美西亚经过，路到帖罗亚。保罗尼是看见异象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兄弟求伊讲，请起来马其顿帮助阮。保罗已经看见异象，阮连阮只的两面意爱落去马其顿，也做是上帝召阮传福音予因。第11节，所以对帖罗亚大船直直到撒摩帖拉。隔日到尼阿波利，对亚到菲律宾，就是马其顿崛起对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人分析的城。原来这个城点几哪日，伫安条日出城门外到河边，打算伫遐有基督的所在，就坐地甲所住这个富人人谈论。有一个会知识部的富人人名卢迪亚来听，伊是腓雅腓拉城的人，并受敬拜上帝，主开伊的心，予伊专往保罗所讲的话。伊甲伊的家已经受洗礼，就求原告，那了我做真实信主的人，请到我的家住，就恭恭留我。第1节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4章第2节到第3节，我来读。我肯由何听，各肯顺读机，着当心彼此。各新的同伴，我求你帮赞新两个妇人人，因为因番甲我同出力并福音，也甲吉利点，以及伊有甲我同着我的新的名。记录画面一切。以上咱圣经读到这，今仔日咱要来请因列约传道，伊来正道，伊正道的地方是西方第一间教会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今仔日透过这个传道部的计量助理，有这个机会再出面来到。会教会，这会教大家直接来分享。今仔日要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：西方的第一间教会，伫历史上上早的教会，咱才知影是第一间教会。有人知影？世界上上早的教会，就是亚罗萨的教会，伫西方。一个天教会是腓立比，腓立比教会，对咱所读到的这个经文，伊指出，伫西方一个天教会的来源、成长以及伊的发展，就伫这个圣经内面，就伫这个圣经内面第一摆出现，哎，不管是人还是代志，拢是有伊的代表性。佛里比教会，这间教会也是可以咱做伙来思考。对圣经中间，咱要来做伙思考几点。第一，就是圣神一天与圣间，这是圣神伊怎样伫带领伫圣间的内面的一个真基本的一个原则。那是圣神的引传，这个时间。真歹，伫教会内面，伫遮在执行，也是讲伫教会、伫世界各所在是真歹，在运用这个时间，因为常常拢会有口号、抓话的一种。
种代志来发生。咱来发觉，头啊灵灵，到尾啊嘛，头啊烧烧，到尾啊嘛灵灵。所以修行，伊怎样开始这个，怎样伫遮咧打工呢？就是修行，伊就着人开始一个新的工，一个新的工作，伊会先关掉咱原本所有的事工，伊要爱伊伫遮会当。精神会当集中伫一个所在，伊就会阻止伊伫其他个所在遮着为即个精神甲即个困难。所以修行，伊伫遮精神即个波罗伫遮最重要是，伊就先阻止伊伫当的即个时间。遮讲伊是阿西阿，伊个原文其实伊就是指当个所在。修行伊阻止波罗伫当个所在。家己讲的，并不是讲当这个所在已经无需要人家讲的啊，无需要保留伊啊。那是因为保留伊当中所做的代志，伊已经尽啊，上帝爱伊去当这个所在，而且对伫当这个所在所做的代志，伊一定有尽量啊。现在上帝要爱保留去到另外一个新的所在，可以一个新的方向。艺术方，伫新的工厂，也是吼新的工作，所以就必须伫遐做到伊原本伫当的这个时间，信心无一定会叫你去做某一个时间，因为有可能是地板其他人去做，因为伊爱你去做一件适合你所做的时间。相信伊作为人，无可能用人的经验伊遐来判断，因为相信，咱若有真正的经历伫相信内面，咱就知影相信伊是真实一个真奇妙的，是超越人的理性，超越人的想象，人袂当用人的自我的判断来看一个相信。当咱人愿意为主做的时，主也愿意。但是所做的代志，无可上帝欢喜的事，主也会遮来做到。会搁一摆引起好的代志，甚至是适当的人来做，因为主伊透看，是伊是看透人的心，会做上帝。所以咱所做所行的代志，是爱有主，爱有托主欢喜的。不是要爱喝人喝乐的，第二就是弟兄会当坚固信心。主道篇段十六章第九十节讲起，第二个就是保罗看见一个弟兄，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，问伊求讲，请你来到马其顿这个所在来办账馆。真人伊嘛安尼讲。弟兄就无负担，无负担就无事干。弟兄就是并无一定是看见伊这个指标的一个弟兄，要是讲就含在伫这个义务内底，是阿在解说这个弟兄。弟兄就是你心灵真正有安尼负担，负担就是你有这个责任感，你内心感觉实在是感觉非常的紧张，你无去找袂用的。亲像保罗伫遮所讲诶，你若无传福音，你就毋知会呀。这就是一个真叮当诶一个负担，我袂当无去传福音，真强烈诶一个责任感，有负担，你才会安尼去行，你才会愿意去做这个工作。所谓负担，并不是讲咱愿意做，咱就去做；无愿意做，就爱做，这是无义相诶。有意向的不是安尼，你家己不过多，也决定讲我要做也无爱做，因为你内心有一个真强的一个感动，一定爱你去做，无做袂用的。我一定爱去传福音，我一定爱去教会内底来侍奉者心花开，我一定爱教会内底来担任这个发修报、这个招待、这个工作，因为你有安尼真强迄个一个负担。伫遐咧处理你，我一定爱出来，伊教会不是秘密厝内底，秘密厝内底
做一个化名的动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当就强烈的一个责任感，这是真清楚的一个面相。而且咱看伊，自伊一开始的一个时间，自先把这个负担放伫一个人的内心，让人知影这是处理处的意思，无负担是为着要讨人欢喜，要讨人而乐，勉强去做代志。你想敢有啥物好会结果嘞？咱脑里思望内底人，会知影游团的大多所讲的这句话的意思。今仔要有啥物好的效果，因为恁是出于心，真正愿意出来。比较舒服，所以做的弟兄会当建构一个人的信心，做的弟兄会当建构一个人的信心。凡事认为各家的的聪明、智慧，也是严格理性、较详细的方式，去做的时间，这是因为咱家己的骄傲，骄傲所得到的结果。是无好诶，即、这个无好伫圣经内底所指诶就是逼无，逼无意思就是主逼去绝你，主逼去绝你，你即边着主会当讲，你所做诶不是有好诶见证诶，所以咱着要用基督诶心，用基督诶心，用无义胸，看起义胸，追求即个义胸。这个菩萨来临，真正用基督的心，这个菩萨，这个放弃弟兄，这是弟兄的重要。第三，就是环境会通印证这个启示。当保罗伊听到这个弟兄的事，而且伊认定真正是主的召因，传福音，被误解马其顿的人直接传福音，伊就来到这个马其顿的会地。信心的环境表面显明是主的带领，最主要需要有环境的一个调整，对环境的中间直接来安排，对环境的中间咱要看起，这真正是主的意思，主的旨意，主往往会把所有关了，就留一个出口，互咱来行。有时咱会感觉真奇怪，但是咱若愿意顺服，看起主伫这个安排过程中间，伊水的意思，伊好的意思，亲像保罗伊伫这个海边，是就是，伊看起有一个真好奇特的所在，伊就伫遮得到一个印证，因为我记一个。真好奇特的所在，就知影，这就是环境的一个印证，这是主的意思。而且个人伫遐在聚会，这就是互保罗一个启示的一个印证，所以就真清楚知影，这一切拢是出自主的带领。最主要，咱应当爱求主应许咱。求主帮助咱，互信心来阻挡，咱毋通行伫即个歹的路。而且咱个求主随时互咱有清澈的弟兄，互咱有负担，互咱真正有即个强烈的即个责任感。伫事工的进行中间，咱也爱求主伫即个环境的领域随时分明，互咱知影。予咱无听离偏的路，因为靠着基督所建立的教会，靠着基督所做的事工，会当予咱脱出无距离，会当予咱所做代志是来荣耀主上帝，伫灵的内面甲主来相通。咱若真正用心祈祷，求主予咱有清楚的意象。在灵的内面，咱会通完全来顺服，咱会通谦卑，这种谦逊的心，就会通印证主实在是甲咱同在。在咱最熟悉、咱传播的是
实在是真正是靠主，伫遮咧好在圣人，伊个建立教会，无伊个就无工作，无伊个就无事工，无伊个就无好的生活品行，无伊个就无教会，无伊个也袂当做就基督徒。无论咱所建立的教会，咱的生活是不是有见证？咱的工作是不是有效果？咱拢需要靠会找伊个。但是在座，唔知咱敢有家己伊个会努力？咱敢有家己伊个会努力？咱家己伫心内想看卖，咱敢有家己伊个会努力？有真侪基督徒，伊到今仔日，伊犹未晓向上帝，咱个拜上帝来祈祷，伊未晓祈祷，伊未晓祈祷，伊甚至犹无想要祈祷。等咱知影，等咱哪祈祷，哪超人，咱就会哪修行；等咱哪祈祷，哪超人，咱就会哪修行。你祈祷。主就要生存，你祈祷，主就要加动工，你祈祷，主就要祝福，你祈祷，主就要带领，透过祈祷一切事工，就会发生有头有尾，未头啊受伤，到尾啊疾病，这样真正可能主，这实在是主的意思，主的带领，主的心意已经教会内面，这样做就圣人。传人来为主，第四，信德有必须爱心听德，都是因为彼人因虽然知影爱应当比较敬拜上帝，但是伊犹无共，因佫需要比较听保罗的讲德，所以这个信德也必须爱听德，因为无信的人，因内面无信心，就信。主的人，这样真正对圣经内底得到真宝贵的话语，特别伫聚会中间，咱若有感受到主的灵自由伫咱中间咧运行的时，人会伫不离不弃的中间，享受到圣神的影响，才会当真正了解主所要讲的话，主所要对咱讲的话是啥物。咱也会通对心内领受，咱对圣经的回忆，发觉有时可能无真济，可能也有个人会讲，我无读过册，我毋捌伊。但是这拢不要紧，你发觉无真济也不要紧，因为有诶神学家，因研究一世人诶神学，有诶神学家，伊发觉真济安尼。时间，因研究一世人为着学术，为着这个学问，伊也在研究这个圣经，但是因无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因的救主，因无要相信耶稣基督有救我，所以，伫安尼新学家的心中。因都会得到病，虽然因真认真伫遐研究圣经，虽然因对圣经非常了解，但是因对心内因无相信主耶稣基督有救我，因无相信这个真理。所以底下所要讲的就是讲，虽然你对圣经无知识，虽然你也无读过册。虽然你无法度了解圣经内底这么奥妙的话语是伫讲啥物，但是主要爱我就是你的心，你有真正对心相信伊无？你是不是有一个无条件的心？你是不是真正相信？你若安心，你就会得救。这也是今仔日伫这个基督教内底所谓。不是有读书的人可以当来信耶稣，不是有学问的人可以当来信耶稣，不是讲遐无读书、遐够卑劣的人，主都无听伊。
主是看人的心，这就是基督教所有的福音。只要你真正当作建立这个信仰的关系，你就有资格在教会内底受洗嘞。真侪人将这个圣经当作福音，当作福音来看，当作福音来看，当作这个福音来看。但是伊无法度去用，但是伊无法度去用，因为所研究的是为了知识，这个知识因为在研究，这是无相干的。第五是真正的信仰，必须奥数哦。一个真正信主的人，一定是一个用心数服的人，用得着了你无可能就避一处啦，无管教会代志，你袂讲我无负担、无悲伤、无感动。如果咱真正是一个信主的人，你家己一定会愿意去教会，甚至是伫这个教会、伫台湾，甚至有人伫世界内底有忠心伫遐咧侍奉。咱只能证明你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。我第一遍看到一个西南大姑囡仔，伫遮咧树林的时阵，想讲这人，哇，看到真有够感动。像我细汉，伊就愿意教会内底，伫遮用心咧侍奉。我今仔日，佮看到伊佮咧弹琴。实在感觉有够感动，一个用心侍奉的人，伊袂秘密厝内底，伊袂用真济借口讲我无负担，我无义务。侍奉是无分年纪的，侍奉是无分查甫查某。如果你无愿意侍奉，恐吓。咱可能只是一个半名而已，千万别用我讲这尔啊坦白的话。如果有伊伤着你的心，请伊原谅。无论咱是做对一道的，咱拢通袂记，咱的大老板是咱的背上的，咱的大老板是咱的背上的，咱所爱付出的是不依赖的少。你爱追求主的话，甚至咱爱来守这个安息日，咱爱来听讲道，咱爱参悟伫这个事物内面，这才是信主的一个缘故。第二，当甘才会当心，才会当当甘。当心才会当当甘。不然你教会有两位姊妹，因无当心，因到保罗有当甘，伊也是信心会带领。那而且接受这个保罗的造就，这两位姊妹甲保罗一样当甘，因也是无当心。两位姊妹，因跟保罗安尼在当甲边，表示无担心，无担心，别阿妈会当当甲边。这实在予咱一个真大个一个感慨。但爱会记得，因是清的人，就是爱努力家己的部分，享受家己的部分。咱千万唔通无尽家己的部分。专门甲别人在打交道时，要看别人的缺点，专门要找别找别人的缺点，无欣赏别人的优点。如果别人无一部分，咱爱专门为的，就是爱为伊的，咱就是爱为伊的，咱就是爱为伊的，为这个人来伊的，咱也爱先家己来成就为这个部分，才袂。只有放弃别人的观点，才会当用这个痛心来讲诚实话。那么，咱会做只手规定，会变只手规定，
咱迄当时，咱甲人去当当时，咱就爱为对方来祈祷。因为现在，咱知影咱家己伫追求即个修炼的进步的过程中间，有个人爱坐电梯，袂爱爬楼梯，这是啥意思嘞？袂爱爬楼梯，就爱坐电梯。伫修炼的功课内底，伊爱坐电梯，爱一步个爬楼梯。其实真侪修炼的功课内面，咱所学习的，咱知影是非常的无简单。够难，够简单，安尼请你举手好吗？够难，够简单嘞，无简单对吧？确实无简单。我把修炼真正是无简单。伊修炼的追求学习内底，可能每一步咱拢感觉真困难，但是。你袂当有真困难，你就想要一步爬上去。人必须伫上帝的面前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真正用心来修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，实在来行，实在谦卑来修。虽然咱有时会感觉真累，有时咱会感觉真无奈。但是，这是一个有改变、有进展的一个机会。这才会让予你真正有进步。内心定心就必须有奉献。不然你教会是一个有定心奉献、奉献这个钱财到无数的一间教会，也是。你今仔日先教的一个真大的一个营养，你靠着主所修树的一个贴心，伊若愿意将这个贴心甲别人来分享，因去用开钱做这个对外的事工，甚至是做这个海外的宣教的事工，你伫你区，咱两个人拢发的，一个人，伊是一个宣教师。我伫这个所在，奉献伊一生，就已经九十几岁啊。伊也是对神的教会来，咱都知是啥物啦？对，是马基洛阿妈。菲律宾教会有感动，也有保罗的需要，经本搁再一遍，经本搁再一遍。安尼在扶持，无保留无欠费，伊到今仔日先教会，伊又完留了一个真水、真好的德行。对你福音都是出钱出来，咱有爱情，咱有福分。咱下顿教会也应该爱用这个方向来包造，爱做对外的双方的事工。有更多的人会当得到真福音，我信心会当引传咱，予咱会当真正当心，以信心来引传来事奉主，予咱也真正愿意用谦卑的心来向前来。今仔日新传道部会去聊主题，我发现咱的这个周末内底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回信，这个题啊。穿着无去量处理，有啥物哪要收这个穿着无？咱放弃这个穿着容易，咱想着啥物？咱想着啥物？够有人会当甲我讲？咱想着啥物？穿福音是，咱搁想着啥物？咱搁想着啥物？想到耶稣是，而且我无要讲伤济，因为今仔日虽然我是代表咱德国高雄刚才来伫这个所在，但是我无要讲伤济，讲了咱痛恨的话，
澎湃天际的话，因为每一角面拢是出自你的心，每一角面所放的咧，拢是出自你的心所望的。三个哥，来到咱们讲到，上大的目标就是为了助咱福音这个大目标，而且咧计划，而且咧最佳时间。也爱希望为咱青年在会关心较好看，来智慧推动这个时间，所以才设这个计划出来，希望咱会当用这个贴心，亲像妈咪咯，阿妈一样，用这个贴心来哄骗，让家己跟这位阿头来一个。马骨的牙膏，我想的，感谢你，不管有一个天地的心。感谢你，予我会当真做你的兄弟，在你的福音内底，会当来服侍众人。主奉着你的圣神，伫每一日都来引导我，予我有清楚的意象，予我有愿意顺服你的意象，引导我伫这个福音的道路顶面。愿意谦卑，愿意用贴心来奉献家己，服侍众人，用恩主的性命。主今仔日是团结无纪念主日，也要感谢你透过这个纪念主日，我往过一遍来提醒我家己，我若无传福音，我就知这是保罗。对我所讲的一句话，也提醒我，我真做一位基督徒，我就爱有传福音的负担，我的心内就爱有安尼的责任感。祝感谢你，我们今仔日搁一遍得到这个，我祝你保守祝福，互我们教会。好，这间教会也会当真做永久著名的一间教会，恳求你也祝福、祝福伫每一位兄弟中职的家庭，互因的家、互因的家庭，每一位人拢会当真做主所听的兄弟，也会当永久著名的兄弟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咱感谢因着个团队的庆祝，下面咱要来唱圣诗486首，圣诗486首。为主提名高前来说，486首，请咱今日来领奖。